假设 A 向量的长度是 3,B 向量的长度是 2, 而且 A 向量与 B 向量的夹角为60度，是求 A 向量和 B 向量的内积。好， A 坐着 B。好，那我们呢就可以把内积的公式拿出来。AB 向量的内积就会等于 A 长度乘上呢 B 长度再乘上 cos 夹角。好，那我们的内积就会等于长度呢是 3, 好， B 的长度呢是 2, 而它的夹角是60度，所以 cos 60度。好，那 cos 60度是多少呢？我们可以来旁边画一下。60度呢 ,1 比2比根号 3, 所以 cos 的部分呢就是2分之1。好，那我们约分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内积呢就会等于3了。